心情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啊，就是又参加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开幕，然后同时也是一间非常棒非常好吃的餐厅的开幕，嗯，而且又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吃很好吃的猪排，对啊，交通又很方便，对对，聚会又多了一个新选手，是真的，离我家大概走路七分钟就到的，也太近了吧，太近了，谢谢。哎，你单身吗？单身啊，单身。怎么突然间 Q 到单身？因为老板也单身。哦，在推销老板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七分钟就到了。哎，你们身高很搭哎，身高很搭。是哦。看起来就是会做猪排还不够这样子，可能还要一些别的技巧，可以填饱你的肚子哎。OK OK， 再想一下。所以看起来就是大家很担心安妮。不会啊，为什么要担心安妮？我们是担心老板。对，你搞错对象喽。我要帮他推销一下。安妮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么美。对，对啊，又有才华。担心老板的部分只有推。安迪上去了六年，你们一点都不聊聊的，不是，而且因为他们身高比较搭，对呀，他真的太熟了，他可能没办法，对，太熟了，对，也太熟。有人爆料说安迪有厨师的执照啊？啊，有吗？没有啦，哪有？丙级，真的没有可能啊，不可能。所以喜欢做菜啊？对，他喜欢做菜，喜欢会做菜的男生，男的很喜欢做菜耶，喜欢做老板娘。嗯，对。还有别的话题吗？别的。那喜欢美女有可能投资猪排店？投资猪排店，如果有这个机会哦。对啊。因为我们之前是真的问过，对啊，但是他们没有想我们。哎，对，不是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二店嘛，对，他们想要，因为老板有现在有开央厨，嗯，他希望说，我等他店稳定的时候再来考虑要一楼，嗯，这样。对，我们是想说，就是我们先来这边就是相提，让对猪排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对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确是有兴趣想要这样的，对。所以现在已经有预备好那个纸巾夹。哎，老板，如果随时，我们就随时。我们应该随时可以凑得出来。对对对，拼拼凑凑。对，可以勇敢到拿出几位数。勇敢到拿出几位数？哎，要看你，我怎么看我？因为这里面最有潜力，最雄厚的就是你了。哪有？我觉得几位数。因为我们毕竟对开店的那个数字还不知道，所以这个要等到老板有时间跟我们开会，我们才会知道大概要拿出几位数。他最近可能会很忙啊，因为二店才刚开，他都定在这边。不要应付我们这些来吃饼，不用钱。哎喂！小林刚刚很甜蜜，所以有打算生二胎。哎呦，有这么快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之前冻卵不是都4颗吗？对。等到真的觉得小福星孤单的时候，好像不够用。可是每次要开机的时候，都觉得好害怕。到现在1岁，小孩1岁5个月，快6个月。还没开机吗？开了，可是每一次在开都觉得要会害怕。为什么？有一次克服的点是什么？有一次跟朋友去喝了一点小酌，然后想说那天要把自己灌醉，回来可以开个机，因为想要帮小福星生第二个。对。可是那天回来之后，只有筋骨酸痛，跟老公说，老公虽然喝很醉，可是筋骨太痛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恐惧，对，有点恐惧，喝的够醉，都没有避孕了。没有避孕，但也很少才一起。那会算月经吗？哎，不会耶，我觉得人家开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所以不会特别算日期。对，因为赖慧茹都没有这个问题。哎，对，因为生完小孩的只有你啊，你就没有那个害怕的问题。没有啊，这有什么好害怕的？这不是夫妻之间很正常的事情。没有，开不了，很害怕。你要克服那个对关卡。最近准备在看妇产科找到问题，找到原因。对，太可怕。不过真的要二胎啦。可是不像你现在这个年纪，不会是？对，不是因为喝酒也没用，吃荷尔蒙也没用，不知道怎么样。还是你要考虑春药？不是啊，开玩笑的，下太大了。对，那还没一胎的，我顺其自然，对，看缘分。那你会害怕开机吗？我不害怕开机，只有你会害怕。这什么奇怪的问题？对，我不害怕开机。
不知道，真的好怕、啊。真的觉得找出原因有找出原因吗？我最近刚好在跟先生讨论到这个话题，因为我们的小孩最近突然跟我讲说他想要退费。就是工作非常的繁忙，所以我们是考虑说再过了几年，因为我现在才28，所以还有两三年，对，还有时间。你最近有先计划先财务财吗？我听出来炫耀，好年轻啊！我们是有点，对，我们已经是高龄了，高龄。